有不同的相对应的适合的这样产品，我觉得不是一再的求它多高端，而是求适合，适合的教育是最好的教育。我可以说一下，你选我是对的，因为我们跟斯坦福人工智能研究院已经有4年的合作了，那所以呢，他们的技术的科学家跟我们在一起开发这些人工智能教育的产品。是的，是，我有看咱们松鼠 AI 的这个网站，包括我有朋友是松鼠 AI 的这个校长，就是加盟的校长。哦，所以你是有备而来是吧？对，我是很想，觉得这个是个趋势吧，我是个趋势。你们俩牵手走好不好？挺好的，我觉得可以了。选手也真是，刚才说了有那么多也有教育板块的企业，对，我其实你这么一对一这么单聊下去的话，我也想听各位企业家的一些对教育板块的想法。你要求的薪资是多少？我要薪资其实是我是希望能够20K 加这样子，然后当然这里面肯定有一些工作的绩效啊，包括甚至是对赌啊，那我觉得我都接受。首先是这个平台，包括这个空间是有，然后我可以如果能有机会组建自己团队，当然更好了，是这样。来，第一轮选择去火流。还有7等的。来，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我有才。小豪，我们对你的整个的广度已经了解的还不错了，而且大家都很认可。我觉得现在我们需要了解一下你做销售这个岗位，你的专业的深度。你能给我们讲一下在这个领域里边你有什么就是超过常人之处吗？在游学这个领域吧，包括国际教育这个领域，我基本上是市场上任意一家公司拿来的这个产品，我都知道它的成本每一个环节是怎么运作的，我都是很清楚明白的。因为我一直在做的就是产品的研发，包括这个产品的去对接。哎，那既然你说你喜欢对产品做研究，你要来松鼠 AI， 我也对你最感兴趣。你要不然把我们这个产品卖给杨蓉，假设说他有一个孩子是上小学5年级的，然后我来看你对我们的产品了解程度，还有你的销售能力。OK， 杨总，您有一个小朋友今年上5年级是吧？对。我们这边有一个产品是松鼠 AI， 然后我们的课程就是可以针对咱们孩子的这个。哪一个学科有短板，哪些题有短板，我们可以做一个科学的这样的 AI 的一个测试，然后测试完之后的话会有的放矢的可以这个增加他的学习效率。哎，我平时没有那个那么比较忙哈，我平时没怎么关注他学习，但我知道他有很多课在上了，我觉得他今年应该过不过来。我们产品其实特别简单，其实就是做一个测试，然后我给他出一个科学的一个报告，就他哪方面有可能是没有学的扎实，那我们给他加强一下，这样的话他的学习效率非常高。哎，你这个测试这个以前有别人做过吗？效果怎么样啊？都做过，我身边的孩子都做过，自己儿子还做这个测试了呢。但我好像知道他们学校也有这种测评，而且也很专业。你现在引入一个校外的，又不是跟学校的这个体系类的，我担心会不会有冲突啊？学校其实有那么多的孩子，有一个老师根本就顾不过来，而且我们这也都是一对一的老师进行辅导，一对一的跟进，然后让孩子提高会有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显著的一个提高，这样的话您可以。我觉得差不多了，对，要不杨蓉你先评一下，我再评一下吧，我着急了有点。我了解的可能就这么多，不是很全面，不好意思。我觉得就是我的感受是这样，因为我也没孩子，我也不太了解到底这个课程是怎样的。但我感觉什么？我感觉他其实没有在倾听我的需求是什么，他一直在跟我讲这个松鼠 AI 是干嘛干嘛的，我也不管我到底了不了解什么的，就一直自顾自在说。